尽量穿着苗服去见韩国朋友，看他会是什么反应，期待一下哟。OK， 到了。嗨，哎呀，你现在你这穿什么呀？天哪！这样说，然后我去咖啡，对啊，我们今天不是约咖喝咖啡吗？啊，不敢跟你一起去啊！不要了，救命啊！你拍要拍什么？哎呀，姐，你这样穿怎么来到这里啊？这里是在韩国，还有帽子吗？对，不要了，你现在可以了，但是你戴那个帽子的话，全部都看你了。我不管。什么？现在在。在我的后面有好多人，你可以，你敢吗？我敢啊，问题是你敢吗？那个从现在我和你不认识的人好吗？他现在准备了，准备什么呀？戴帽子了。我真担心这样穿去咖啡厅。我突然戴上了帽子，他吓得走了。看京东说不想认识我，他已经自己先走了。你好。哎呦，不认识你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现在中文听得好吗？好的。啊，这么华丽。哎呦，我的头发。小心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那个就在那个东西上看着这个外形，嗯，但是那个现在看、那个、真的真的、嗯、是在看的话，嗯，真美，真美。然后那个外上那个船这样衣服，那个船的这种衣服很黑的，我感觉那个真的是你是那个表都不一样，真的。我之前你平时那个一直那个穿那个服装，但是你这样穿的话，哦。那个梨子是美女，真的。为什么我不穿苗会说我不美吗？那美是美，但是那个这样穿，我感觉更美了。这是高手，很符合我的气质。对对对。而且是我今天混搭了一下，因为本来要是正式穿的话，要带着前面还有很多银饰，很华丽很夸张。但是我感觉你怕你粉丝。所以我就简单一点，就戴一个帽子就可以了。你走的时候，那个银子响音，这样吗？这样说对吗？银子的响音，对。银子响音，所以呢，那个在咖啡厅所有的人看见你，真的真的。啊，我真的。哇，现在你感觉如何？挺好呀。挺好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很习惯了。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就穿着苗服这样子 I don't care， 但是我现在那个不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面穿那个穿着衣服的那个苗族，我真没想到你这样穿和我一起喝咖啡。 Oh my god， 因为现在我们在那个在韩国最火的那个咖啡厅这样喝咖啡，然后真没想到他这样穿见面。等我们出去那个外面转一圈，看看别人会翻什么。给大家看一下南山塔。南山脚下的咖啡店。上楼吧呢。